一件裤子可以取代内裤，透气不会闷热，又可以让你显松，是让你有穿像没穿这样走出来。现在慧慧姐要帮你们介绍这一件巴蒂裤，现在外面仿的很多了，这两件是网络上仿的，这是印的，印上去的，这样。这边已经掉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已经掉了。对，你一定要认明苏棉博士。好，来注意看，来这边吹风机。整个底部哦，做石墨烯的设计。有没有看到？裤头我们有做一个加压，做一个厚板的，表部做一个防止滑提臀的设计，就是强力的一个提臀设计。这里是做一个能量石，对，刺激我们的腰部的穴道。多少？这数字79，74.5，74.5，有瘦嘞。手术完之后，我胖了10公斤，穿这件真的效果超级好的。